那是妈妈。阿妈。古那是诺阿。女生。不知道。男生。我不知道。哦，古那是妈妈。等一下，来，女生怎么讲？忘记了。男生。来问一下国，你几年级？二年级。二年级，你呢？四。你是，你呢？四。你几年级？四年级。哦，你最小。嗯。这是名字吗？对。何香怡哈。嗯。你什么名字？没有名字。那你国语名字叫什么？余正权。余啊。嗯。余天，余天的余吗？对，不是那个鱼吃的鱼。啊？鱼吃的鱼。鱼吃。嗯，余正哪个正？余正权。哪个正？政府的政。等一下，等我一下啊。这个国语名字叫什么？吴家宏啊。吴家宏。口天吴。你家呢？家是家里的家。宏呢？那个一个江在一个那个鸟。哦，水公鸟是吧？对。吴家宏啊。对。几岁几年级？不要蹦蹦蹦。几岁几年级？十岁啊，四年级。你哪个国小？万丰国小。嗯。万丰国小。哪一组？布农组。爸妈都布农组吗？对啊。那你是哪一个社群？左社区。左社号，好，等一下哦。你现在住在什么村？万丰村啊。哦，好。那你，你国名叫什么？来举报大伟。等一下，我看吴大伟。嗯。哪个大？那个伟大的大。伟呢？吴大伟，这是大伟哈。几岁几年级念国小？是。几年级？四年级啊、哦？几岁？十岁。念哪个国小？万丰。那爸妈是哪一组？这里的。哪一组？布农族吧，布农族。爸妈都是布农族吗？对。哦，那你有没有布农族的名字？鲁赖。鲁赖，赌赖是。嗯。好，等一下哦，你的布农族名字叫什么？阿浪，五浪。啊？五浪。五浪哈。嗯。哦，妹妹，那你布农族名字叫什么？啊？布农族名字。叫什么？手棍。不是 ，A 棒。啊 ？A 棒。A 棒。A 正念是。A 棒。棒还是棒 ？A 棒。棒。棒儿。对 ，A 棒儿。A 棒儿。不要乱叫。好，那个叫何香怡哈。嗯。几岁？几年级？我二年级，然后七岁。七岁哈，那等一下哦，爸妈都布农族吗？妈妈是泰雅族，然后爸爸妈妈，爸爸哥哥都是那个，还有我是那个布农族。嗯啊啊，妈妈爸爸是布农族。嗯。妈妈是泰雅族。嗯。妈妈是哪边的泰雅族？我不知道。什么住哪里知不知道？他住新竹五峰还是哪里？我不知道。青爱。青爱。他住青爱啊。哦，青爱是吧？好。我看到他。等一下哈，后面那个帅哥，国语名字叫什么？你在选阿碧。你写一下，这样写比较快。他写余正贤。哦，余正贤呐。对。几岁？几年级？十岁，四。十岁四年级哈，哪一组？布农。爸妈都布农族吗？那你布农族名字叫什么？阿碧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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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。好。等一下哈，训练一下。来，那我先问哦。嗯。等一下，我复习一下哈。嗯，你叫什么？阿碧。余正贤。嗯。余正贤哈。嗯。何香怡。嗯。吴家宏。嗯。嗯，我是吴大伟，头发长的。好嘞，那我先问哦，旁边不准提，我问谁谁讲哦。嗯。妈妈怎么讲？妈妈，迪娜。爸爸。阿妈。阿公。古那是奶奶。阿妈。古那是诺阿。女生。不知道。男生。我不知道。
哦、okay, 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，女生怎么讲？忘记了。男生。乌拉斯又不是，哎，忘记了。好、哦，来，女生怎么讲？比诺安。男生。巴纳纳。小孩子怎么讲？乌瓦安。老人呢？古达斯。那个哥哥、姐姐、弟弟、妹妹有没有称呼？多卡斯。多卡斯是什么？多卡就是那个。姐姐跟那个哥哥，然后是弟弟妹妹，是男生，是那个弟弟妹妹怎么样？会不会？还有那个叔叔阿姨有没有？忘记了。忘记了，那会不会？是，喊你，我也是。好，好，来来，别动别动，叔叔要问哦。那个，等一下，我先问他，你比较小，他你不会有在问他们了。那个什么，眼睛。马蛋，不是眼睛，马蛋，鼻子，不知道，嘴巴，我先问他，你先不要讲话，不会就说不会，没关系，不会，耳朵，也不会，头，都忘记，头发，不会，手，不会，脚，不会，好来，眼睛，忘记了，鼻子，没马蛋。鼻子死掉吧！不会的，就说不会没关系。鼻子、嘴巴，看这边不要作弊。耳朵，等一下。头，会不会？不会。头发，不会。手会不会讲？你骂。脚，不会。屁股。叔叔，叔叔，别提。好嘞，等一下哦。叔叔嘞。我问你哦，那个头发怎么讲？不知道，反正。头。不饿。耳朵。等啊。牙齿。忘记了。舌头。忘记了。眉毛会不会讲？不知道。叔叔脸上的胡子你会不会讲？忘记了，不要讲话。那那个。我、哦、忘记了哈、嗯。手会不会讲？姨妈。脚。很大。肚子。忘记。忘记了哈，来。不要。肚子怎么讲？忘记了。那个眼泪。忘记了。鼻涕。我不会。母顺。口水。我不会。忘记了。鼻屎。忘记了。好，等一下哦。小便会不会讲小便？小便。大便。大便。啊？大便呢？大便。哦，那个讲错了。那个第一个叫那个。你刚讲的是大便的。对。小便怎么讲？小便叫那个大便。一样吗？是一样。一样。嗯。好，那叔叔再问一下哦。我刚有问什么？我们要录音。我们要录音啊。指甲会不会讲？故事故事。哎，你们两个要不要过来录一下母语？给叔叔录一下母语好不好？母语很强，过来。不会。不是母语很强，快点。你有戴牙套哦？有啊。好来，那个哥哥母语很厉害。好，我先录你们，那先。弟弟，过来一起，快点，我们先录完。好，开始问了哈。那个，看这里啊，我来问，好嘞，猪，忘记了，狗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等一下，狗，阿猪，好，猪怎么讲？猪叫那个，我知道了，嗯，马布，好，鸡会不会讲？鸡不会。等一下，独孤，牛，我们没有教过。只会讲牛。好来，鸭子怎么讲？鸭子啊，嗯，鸭，鸭不知道。只会讲鸭子。哦，鸭子。鸭子。不会啊。鸭子。好来，老鼠，身体不要晃，不要晃，不要去敲那个。老鼠会不会？不会，我知道。蛇。蛇。我知道。会不会？不会就说不会没有关系。不会问。好来，蛇怎么讲？一 foot。老鼠。土地，旁边不要提哦。好了，那个松鼠跟飞鼠，
忘记了。谁会松鼠跟飞鼠来？哈饭。哈饭是什么？飞鼠。飞鼠。松鼠呢？松鼠不知道。谁讲松鼠？我们都会打那个飞鼠。好来，那个三枪。三枪，我会，我们没有教过。山羊。打棍、不会。好来，三枪。打棍。山羊。犀利。熊。叫怎么讲的？马豪扎熊。啊？他说马豪扎嘻嘻。是吗？马豪扎嘻嘻。那是熊的。他乱讲。没关系，来，不会就说不会，没有关系哦。那个，青蛙。我不会啊。几只？蝌蚪会不会？蝌蚪。鱼会不会？鱼。鱼像蛇哎。鱼会不会讲？不会。咖啡那个。螃蟹、虾子会不会？螃蟹不会。好来。青蛙、蝌蚪、鱼、螃蟹、虾子五个，旁边不要讲。几只？青蛙是几只？再来。啊，鱼是，鱼是，你讲你会的就好了。鱼是忘记了。其他都不会是吧？嗯。好来，谢谢哦。蝌蚪、螃蟹、虾子跟鱼。我知道螃蟹。螃蟹，啊、螃蟹怎么讲？螃蟹是嘎嘎浪。哦，你不要一直在那边作弊哈！我在问程度，你不要这样害人家。那你不会，你不可能在他身边呢、啊。来，螃蟹那个虾子跟蝌蚪。虾子我没有教。蝌蚪会不会？不会。不会就是不会，没有关系。不会。好来，蝴蝶、蜻蜓、蜜蜂。跟蝉没有关系，没关系。你看看，蝴蝶、蜻蜓、蜜蜂跟蝉，不会。你会不会？蝴蝶啊。嗯。蜜蜂是那个。都不会啊。对。好，来那个，蟑会不会？蝴蝶、蜻蜓、蜜蜂跟蝉。不会。蟑螂、蚂蚁、蜘蛛、蜈蚣。蜈蚣是。螳螂这五个，忘记了，都不会，谁会？我刚念那五个谁会？蟑螂、蚂蚁、蜘蛛、蜈蚣、螳螂，都不会，都不会哈。我没教，红色很简单。来，等一下，那个，你再问一点点哈。那个猫头鹰跟老鹰谁会？我会那个老鹰。老鹰怎么讲？我会那个。我有猫头鹰。我有猫头鹰。猫头鹰怎么讲？不是过。好，很好、哦。然后来，蚯蚓会不会讲？不会。蚯蚓、蟋蟀、蚱蜢。蚯蚓也算一副。算。算。蜥蜴才算。又不是。蜥蜴会不知道。嗯。蜥蜴会你要不要弟弟？你要不要过来？你几年级？他一年级。他一年级。一年级啊？你要不要过来这边？他谁的弟弟？阿狗，我的堂弟。堂弟好，好来再问一点哦。嗯。那个很冷跟很热怎么讲？我不知道。谁会很冷跟很热？我会，很冷，很热，马巴盖。很冷呢，但现在天气很冷。不知道。好来，好谢谢哦。你会不讲下雨？下雨啊，我会。等一下。我不会。来下雨。蓝蓝。好，水怎么讲？蓝木，不要提。有。太阳会不会？太阳会。会不会太阳？会。谁会太阳？那个法力。法力哈，那个风怎么讲？风。跟云，风跟云会不会讲？风是嘻嘻。那个山怎么讲？山。树，树，树是那个绿地。绿地哈，竹子谁会讲竹子？也算是绿地啊。不一样哦。是啊。好来，石头谁会讲石头？
不石头会不会？没有胶。哦，石头不会。不会。怎么没有胶？部落都是人，这边是布农族的部落哈。那自己问懂不懂？嗯。学校是帮忙教哈。好。那个，火会不会讲？谁讲火？火。现在很冷，都会烤火。火怎么讲？那个也算是灯。嗯。怎么讲？忘记了。火上面有那个烟，眼睛会熏，会流眼泪。那个白色的烟，烟怎么讲？不是香烟哦。不知道。来，谁会讲彩虹？彩虹，我不知道。会不会？都不会啊。你会不会讲彩虹？来，红橙黄绿蓝靛紫黑白，会讲颜色的举手。我会。你会讲什么颜色？红色。嗯。马兰干。还有呢？还有马布拉。什么颜色？那是什么颜色？黄色。黄色还是什么颜色？马达顿。什么颜色？黑色。黑色，哦，又不是。还有什么颜色？马桑拉。那什么颜色？绿色。绿色。还有没有？黑色白色会不会？蓝，天空的蓝色会不会？蓝色我们还没教。哦，我会黑色。黑色那个达鲁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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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色呢？白色是马西赖。蓝色会不会？蓝色是马比拉子。嗯。没有了。那个河流怎么讲？河流？是蓝色，黄色蓝色。谁会讲河流？河流我不会。会不会？不会。好了，够了。等一下，快结束了。那个吃饭怎么讲？给去了。洗澡。对。睡觉。打扮。哦，洗澡谁会讲？洗澡我不会，我会睡觉。打扮啊。吃饭他讲错是马乌给信。马乌给信。嗯，吃饭。哦，那衣来你聊，妹妹衣服怎么讲？衣服啊，我不知道。谁会讲衣服？我会讲，但是我忘记了。Hello。还没有，再一分钟讲衣服会不会讲？衣服那么好，不知道。叔叔，你会不会讲衣服？啊？啊？很聪明的。过来呀！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豆，来，快点蹲下。你我他怎么讲？不能说话。你我他。属物。你要讲，先讲国语，再讲母语。你我他。你怎么讲？我怎么讲？他怎么讲？拉固，还有属物。我说你先用国语讲，一个一个讲。嗯，他是，我是那个。阿浪，嗯，啊，他是属物，嗯，啊，还有他是你呢？你怎么讲？嗯，拉过。我说不要提，不要嘴巴痒，等下会问你们嘛，你们就那个作弊。没有了。一二三四五。打鲁沙打巴姨嘛。好，那个好嘞。地瓜，不知道。芋头，不知道。生姜、辣椒会不会？地瓜、芋头谁会讲？啊，都不会啊。我们地瓜、芋头都不讲。生姜嘞？你这边不是很多生姜？叫他，他很会。没关系，等一下。我不会。好，来，我最后面问一下，那个什么，好啊，结束了。哎，你会不会想把那个布农族话学好？为什么？会不会？会。为什么会？去救啊！走。哎，我是不能。那你会讲不能话要拿来干嘛？拿来讲啊。讲之外还可以做什么？啊，想一下哈。好。你会不会想把不能话学得好？学好。会。为什么？
因为以后长大，有人我们说不能煮怎么讲，就如果不会就很丢脸。嗯，好。那你会不会先把不能煮化学好？想啊。是。会啊。讲一讲还是真的很想？很想啊。很想为什么？因为那个。在家里。我们那个把我们这个很丢脸的话，我们要给它传了。嗯。那你呢？会想学好不能画吗？要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等待有人问我说，那个说母语话怎么讲啊？嗯。就可以那个讲出来。好，那叔叔问你，会不会想念大学？为什么不要？哎，要。为什么要？因为那个。长大才会那个会功课。嗯？哦，再讲一次。长大那个头脑才会聪明。哦哦，那你会不会想念大学？想啊。为什么？才会聪明啊。哦，好，那你呢？你会念大学吗？想。为什么想？因为那个上课才很聪明，上课才很聪明。哎，你以后想不想念大学？想啊。为什么？以后可以练柔道。练柔道，要练体育系哦。啊。好，蹲下来，我最后问一个问题啊。好。你们那个学校一个礼拜几堂母语课？没有电池了。啊。学校一个礼拜几堂母语课？一堂。一堂啊。一堂哦。来，一堂课够不够？不够。啊，够不够？不够。不够哈，你觉得够不够？嗯，打开一次吧。够。为什么够？有点慢。嗯，因为那个想下课玩那个玩游戏啊。下课玩游戏。一堂课够不够学母语？够。为什么够？因为那个老师教的多。你说堂数够不够？只有一堂。不够，不会。来，你就过来，快点，先等一下，快结束了。哦。一堂课够不够？够啊。为什么够？那个老师都教很多。我说，一个礼拜才一节课，一节课够不够？不是里面教多不多，一节课而已。够啊。还够啊？哎，不够。不够哈。好，来，学校几个母语老师？两个。学校几个？这有浪，那个球不要过来打到我机器上。学校几个母语老师？两个。两个。几个？两个。另外一个跑哪去了？好了，我问你哦，那个部落几个母语老师？你知道的。部落。嗯。你知道大概几个？大概两个吧，就两个。那你知道几个？嗯，我不知道。来，部落里面有没有很多老人？有。有没有很多大人？有。有没有很多会讲母语？会啊。他们算不算老师？算啊。那有没有很多？有。那你如果去跟部落的老人家、大人学母语，要怎么学？你要怎么记下来？他教你100句、1000句、10000句，你要怎么记下来？记在那个笔记本啊。那用手写之外，还有没有别的记录方式？没有。啊，没有啊。嗯。叔叔手上拿什么？啊？叔叔手上拿什么在拍你？啊？我手上拿什么东西？这个。叫什么？饮料。我的手上拿什么东西？爸。照相机啊。这叫照相机还是录影机？没有。录影机啊。哦，录影。也可以弄录影机那个录啊。对不对？录可以录影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录影的话有什么机器可以录影？一个是录影机，还有什么？录影机，还有那个照相机。还有呢？还有手机。哎，对，手机。还有呢？照相机。还有呢？嗯。还有录声音的叫什么？录音带。录音机，录音机或录音笔哈。还有一个录音笔，对不对？对。还有一个现在大家很喜欢拿来玩游戏的那个。平平的叫什么？iPad。我给你支笔。
平板。平板电脑。对，平板电脑哈。嗯。哎，你蹲下来一下，蹲下来。我说再讲一次哈。嗯。那个到靠近一点。你们到部落学的话，可以用什么录下录老人家的声音？来，妹妹你先讲，拿四个。录影机啊。一个录影机再来。录影带啊。录影机还有呢。还有笔记本。手写，所以用录影的方式有哪些？我不知道。来，拿四个录影，来一个从头讲好一个。照相机一个是照片，这个是录影，照片跟录影不一样啊。录影机。录影机一个，再来。还有那个手机。手机再来。录音笔。录音笔再一个。还有平板电脑。对，很好哈。那可以，这四个都可以拿来听录影，也可以存下来，对不对？嗯。还可以转存到哪些东西上面听 ？Facebook。吧。网络上面，好，网络上面嘛，哈。电脑可不可以存？可以。等一下。可以存到那个 MP3 嘛，哈。嗯。好，来。那一次。用那个录影机有没有比较快？有。手机比较快嘛，哈。嗯。手机更方便，对不对？对。是不是现在大人都用手机？嗯。好，那要好好加油哈。好。那下次母语要进步哦。嗯。会不会唱母语歌？哎，借我玩一下。母语歌。嗯。需要那么久？有啊。一下下就好了。你加几首？三首或是两首吧。对的，人够了。好，哎，妹妹会不会跟哥哥唱母语歌？不会，你不会，你会啊？还有谁会？那个会不会？四年级的都会。弟弟，过来跟他唱。三四五六年级的都会。不会，就这样。你跟他唱一小段就好，快点。我一次。我不会玩，我不会那个。那你先唱一小段好不好？唱一小段就好。杨勇，里面的纸呢？你这里一小段了。人家不美啦，人家不美啦。Minu kal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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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vis vis tasha hupan saminu ta。你知道这里面什么意思？知道。翻译一下，大概大概就好了。那个是老人的。里面歌词讲什么？你不知道。什么？里面的那个歌词啊。知不知道？知不知道什么唱什么意思？啊？知不知道意思？很好玩吗？会唱不知道意思。嗯。哦。七的。那个来。七的球。那个。你回家都放学在干嘛？放学。在家里在看电视，玩网络。这个没有记住。要吃那个。我家里没有电脑。电脑。回来有没有跟老人家学？啊？你每次放学有没有到部落找老人家学母语？你这个不叫记住。你说那个、啊。那个老人家，他如果那个要去工作的时候，我会讲母语啊。你放学回来都没有常常问啊？没有。要多问呢、啊。我看到老人家就那个，跟他讲母语啊。真的吗？你要吃那个魔法棒。好。来，那首先说到这边哈，布隆族话谢谢跟再见怎么讲？啊？布隆族话谢谢再见怎么讲？米高米藏啊。米高米藏，还有呢？米高米藏。嗯。好，谢谢哈。首先到这边哦，好，招招手，拜拜。招招手不是鼓掌啊，招招手，拜拜。拜。对，好，招招手，拜拜，拜拜拜拜。等一下，你会不会非常想把布隆族话学好？想。那叔叔刚刚跟你讨论过了哈，如果到部落里面跟老人、大人学母语，可以用哪四个器材去录音？你那个怎么玩？那个。第一个是什么？手机啊。啊，手机。录音笔。录音笔。还有那个。平板电脑。平板电脑，对。还有那个。你的那个怎么玩？李静姐。我手上这台啊，叫什么？还有那个录音机。对。这是比你手写快，对不对？来，没叛逆啊。叔叔再重复一下：录影机、录音笔、手机跟平板电脑哈。那要常常用这个机器去录老人家声音，然后你可以存在电脑，有时候可以练习听，懂不懂？存在电脑，存在 MP3 或放在网络上都可以，是吧？好，那谢谢喽，我们先录到这边哈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
I'm not